掌声鼓励鼓励。像有一场我们是在那个六福村，在六福村，因为我很喜欢坐那个云霄飞车，吃到冰泡的钥匙，我就想要一直坐很多次，一直坐很多次，我怕你要命。他坐在我旁边，他第一次坐那个云霄飞车。可是为了要拍出画面，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三次，然后他非常害怕，说我知道，我就把他抱得好紧好紧，然后他也把我抱得好紧好紧。姐姐抓紧抓紧你哈，对，没问题的。好，姐姐帮你这样子。对。我怕他害怕，我自己都不敢害怕，我脚撑得有多硬啊，把他抱得紧紧的，像一个钢铁一样把他围住，就是希望他感受到安全感。然后下了车，他就是很害怕，要找爸爸，然后抱着他就有点哭哭这样。可是他哭完了，知道他不可以哭一整天，他继续工作，所以他一下子会收回他的情绪。那我就觉得，天哪，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，他都做得到，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历经那么多事情的人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所以我们因为他也学习了很多。对。